昆曲如同一幕永不谢幕的长剧，一次次的场景变换，一年年的人物更迭，转眼就是600年。时光流淌到当下，北昆人对昆曲又有了新的期许。近年来，院长杨凤仪敏锐地感觉到，一个大昆曲时代已经到来。北方昆曲剧院呢，在我看来，因为它处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，处在首都这样一个优势的地位，所以我们当之无愧应该有一种领航的这样的一种作用。那么所谓的大昆曲就是集北派南派为一体，互相借鉴，互相吸收各自的优势优点来为我所用。那么我们在保持了我们自有的北派特色的前提下，我们更多的学习了南方的一些剧目，包括我们请了南方一些老师来，就用现在的词儿叫混搭。1982年，不到20岁的杨凤仪进入北方昆曲剧院，从艺30多年来，她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艺术形象，并获得第12届梅花奖。演员出身的她，深知北昆想要打破南北昆的派别之分，进而成为全国昆曲剧团的领跑者，就必须大力培养新人，创新一批剧目。我特别了解年轻时期的青年演员们，他们所期盼的，我觉得我来给他们搭建这个平台是非常重要的。戏曲界向来讲究论资排辈，杨凤仪启用新人，南北昆混搭的举措也让很多人感到不理解，但最终杨凤仪还是顶住了压力。自他担任院长以来，北方昆曲剧院推出了一批由年轻演员担纲主角的剧目，这些融合了南北昆风格的创新昆剧在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事实证明，新人新戏的不断涌现让北昆的实力大大增强，这也为一部传世之作的诞生和推广创造了条件。青岛演出结束后，北方昆曲剧院的《红楼梦》剧组开始转场前往郑州，这将是他们2016年昆曲《红楼梦》全国巡演的最后一站。在历时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，剧组到访了15座城市，从而使全国更多的观众欣赏到了这部历时5年打磨的大戏。小说《红楼梦》被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，书中涉及到了中国的昆曲文化、诗词文化、园林建筑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北京文化等丰富的内容。但是就是这样一部鸿篇巨制，昆曲却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本。很多《红楼梦》里头的词，包括《红楼梦》里头的人物，他们在这个剧著里头，他们也在唱着昆曲。
所以说，《红楼梦》和昆曲，我觉得有着不解之缘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样的一种感觉。北方昆曲剧院从初始就把昆曲《红楼梦》定为精品，舞台剧总导演为多次荣获文化大奖的曹启敬，导演为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的徐春兰，剧本改编团队也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许峰，著名作曲家王大元担任唱腔设计和作曲。我在《红楼梦》当中呢，我就是把这个传统的曲牌加以血肉的丰富，这血肉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代我们戏曲界的好的润腔融合在其中，但是我们不脱离传统的曲牌的基本的主腔主调，另外还要在这个歌词的四声方面要讲究，要不能倒字，这就是也就是我们昆曲的特点。此外，剧院还请来了上海昆曲团的蔡正仁、江苏省昆曲院名旦胡锦帆、北昆韩派传人乔燕和等几位老艺术家担任艺术指导。正如杨凤一所说，这次的《红楼梦》不拍一句一万小昆曲，要拍众多院团打造的大昆曲。我们当时拍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制定了一个《红楼梦》三部曲，一个是舞台剧，一个是电影，还有一个交响剧。其实这个《红楼梦》呢，是北方昆曲剧院一个里程碑式的剧目，它也给我们提出一个课题，就是说传统文化，尤其是600年的昆曲，是否可以推陈出新，是否可以创新，是否可以发展。2010年4月，北方昆曲剧院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了《红楼寻梦》演员选拔活动。此时，朱冰珍刚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，她成为了这次选秀活动的最大黑马。那一刻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不可能吧！我就是到最后下到了排练厅，正式开始排练了。然后那时候我才告诉我爸爸，我说爸爸，我可能要演林黛玉了。朱冰珍在参加选秀时没有任何昆曲底子，她只是现学了一段游园，但是评委们依然选择她来饰演《红楼梦》上本的林黛玉，看中的是她的气质内涵与黛玉贴近，当然只是外形上显然不够，很快这个小姑娘就遇到了麻烦。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宝玉被打得皮开肉绽的，然后，从床那边就过来，然后有一个这么一个姿势，就这个姿势，老师给我抠了一下午。然后越排感觉越纠结的时候，就感觉是一个瓶颈期，自己适应不了，就感觉哪哪都不对。相比较朱冰珍，邵天帅的昆曲底子要好得多。在邵天帅饰演《红楼梦》下本林黛玉之前，他已经在多部大戏中担纲主角，但是参演《红楼梦》，邵天帅的压力似乎比朱冰珍还要大。包括导演在内，都跟我说不能让他来，他人高马大的，他怎么能演林黛玉呢？应该是林黛玉是很娇小的这样的一个，包括她的声音也不适合林黛玉。我觉得当时我的处境就是四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自己觉得特别孤单，特别无助。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合乐的时候，
我在舞台上演到林黛玉葬花的时候，我已经彻底哭得连唱的声音都已经颤抖起来，而且有的时候就已经稀里哗啦，已经唱不下去了。我就想看他是否能突破自我，如果他胜任了，这个演员以后没有问题了；如果他不胜任，那么这个演员应该说也没有太大的发展了。所以我就是不断地鼓励他，因为我看好，我认为他一定能行，所以我就常跟他说的一句话：世上无难事，只要有心人。年轻的演员们在院领导的鼓励下顶住了压力，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和排练，首演的日子终于到了。精妙的表演，典雅的旋律，空灵梦幻的舞美设计，多样的演出形式，昆曲《红楼梦》一经推出便迷倒了无数中外观众。北方昆曲剧院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剧目获得过如此众多的奖项，如此受到各界的关注。昆曲《红楼梦》当之无愧地成为北方昆曲剧院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。2017年6月22日，是北方昆曲剧院诞辰60周年的日子。这一天，院庆活动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。来自海内外的昆曲名家以及戏曲名家悉数亮相，演唱自己的拿手唱段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，每一个热爱昆曲的人都在追忆着北方昆曲的传奇往事。以礼之声在苏州昆山唱响，400年前昆曲传入京城，并在康乾盛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国剧地位。150年前，最后一个皇家戏班来到直隶乡间，在北方大地沉淀淬炼，一批昆曲大师横空出世。60年前，北方昆曲剧院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成立，昆曲终于在首都以一个国家剧院的资格出现。今天，当整个中国迈入到了一个崛起的世纪，北昆人立志将昆曲演绎出新的活力。可以想见，在这座即将完工的新址中，北方昆曲还将继续着它的传奇。